雅加达精品饼店大咬 LEGO 蛋糕。因为近年的经济高速发展，首都雅加达的精致餐厅亦越开越多。为了照顾这一群比得起钱的消费层，近月新登场就有这一间法式甜品店，看门面已经很有欧洲小店风情了。店里面的装潢亦有心思，层架上摆满厨具和糖果樽，处处散发少女味。来帮衬的不是衣着新潮的年轻人，就是拎晒名牌袋的靓太。出品走 fancy 路线，最热卖的是这一款 LEGO 造型蛋糕，蓝、红、黄、绿四粒 LEGO， 分别是蓝莓、红桑子、柠檬及开心果的海绵蛋糕，还有七彩缤纷的彩虹蛋糕，朱古力味超香浓的 Lola Bar， 同埋少女最爱每日下午12点新鲜出炉的杯子蛋糕，都是必食推介。